动作要求：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屈膝松胯，掌抱腹前，大臂自然下垂，小臂轻贴肋骨两侧，手腕自然放松。通过腿部蹬力，使身体上下震颤，速度逐渐加快，躯干、手臂放松。动作要求：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松胯屈膝，身体下沉，两手交叉按于腹前，感受呼吸时腹部起落，鼻吸口呼，深吸缓呼，呼气时唇部收紧，呼气发出呼音。